我就是幻酒师。不若如此，怎么能够将你这个忠厚仁义的高贵公主拉下水，为我所用？父王有命令，谁杀了少典女儿，谁就是主君。这是我最好的机会。你说你不重学问，最重情义，可你现在在做什么？赵峰，如果你也在乎我，就收手吧，好吗？你在乎夜谭，在乎神识，在乎人生道义，在乎过我的感受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要那么轻信别人。你看你连你心窝子都掏给人家了。我与朝风有仇，我实在是不忍心。我们的情分就如此缘浅，真是不知道这朝风有什么好。完了，等事情了了，咱们就回尘渊去。清河公主不必回尘渊，你身为天妃，维护神识，恪守天妃职责，是我忘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办法。等少典有情归来时，就是你我长绝之时。立场不同，需要连情也要割舍。他从来没有如此心痛过，都是你，我要了你的命。往日种种皆是骗局，此生我们永不再见。服下此丹，可以封禁修为，本宫便可以放你和你的母妃离开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大人。松儿，我如今修为被禁，只有让你彻底死心离了我，才能保全你。相思是假柔情是假，他那些不离不弃、受死于宫禁、做得了美梦。别怕，你明明知道动用功法会引得毒发，竟敢还来送死。赵峰，你虽然欺瞒了我这么久，但是我从来不觉得你对我的欺瞒是假的。这毒发作的太快，大人快撑不住了，你快走，别管我。等少典有情归来，他便可以摆脱这一劫。是我换的教子，我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。不错，你是犯了大错，害我险些丧命。既然如此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命便是我的。我不让你醉香，你便一日不可推开我。在我心里，我和他的生死早就绑在一起了。只要他愿意，我想找一处清静的地方和他共度一生。再不问世事。